应该是这个才对啦。哦，现在换浪啦，不好意思啊，换、哦、约翰了。我突然觉得很抱歉，官方对不起，我的错，我以为你又复制贴上了，这是我的疏失，我真的很抱歉。我想说为什么动画一模一样。哦，好，正常了，正常了，没事没事。刚刚就是把那个地方剪掉，好不好？刚刚什么事都没发生。好，你们就装不知道就好了。哦，然后他们现在是要做那个处刑台啦，简单来讲就是简单杀巨人的工具啦，不用再需要用到人下去杀啦。欸，巨人在墙外嘛，就是一个东西直接掉下来把他头给砸了这样子。欸啊，这个话要怎么进行我就看游就不知道了，游戏要怎么进行我就不晓得了。欸，游戏。欸，刚刚是我们操控谁？沙夏吗？我刚没仔细看。トロスト区外壁付近にいる巨人の処刑台の建造がうまくいけば、啊他妈建造处刑台啊！人类就能获得不需战斗即可打倒巨人的方法。嗯。哦，我们用约翰呐。巨人の処刑台の建設にかかる前に、约翰的数值应该就蛮平均的吧，就是不强也不烂吧。哎、欸，我说真的，玩巨人这么久，第一次用到约翰呢、欸。救人！救人！救人！啊！救错！救错！有人要死了！啊？什么？巨人啊？谁？人物长那么高，听不到。我被抓到了。那靠，要按到刀片，随便。女巨人。砍光光，老头，你可以教人家写作业吗？你确定吗？那如果是我教你写作业，你会被老师骂死吧？为什么作业上面全部都是老头好帅？嗯，你的作业是谁教你的？老头啊？为什么？老头是谁、啊？老头是一个实况组大大，哇，他教我写作业，好开心哦，哟耶！从此之后，你不能再看老头的直播了，被带坏了这样子。啊，所以说千万不要找我写作业，不，千万不要找我教你写作业，后果会很惨，好不好？看我看我玩游戏就好了，不要叫我教你写作业啦，这个是不好的选择，可能会自毁前程。欸、靠，打不到、啊！刚刚是有人被抓、啊，完了，真要死了 ！No！ 啊！有救到了。其实讲实在，死掉我也没差、欸，只是想说看可不可以救而已啊。啊，又有人被抓了！哦，好好卡啊！哦，旁边巨人在干嘛？哇，他直接用手把我挡开呢！
哦呦，这个角度非常的完美 ，perfect。结果老师也知道老头超过一百分。哎，你说那个老头，哎，我知道，哎，这样子，从此你的学历突飞猛进啊！老头教的好啊，每科一百，好爽啊！就这样子666了。我可以教你七龙珠爆裂激战哦，不用不用了，感谢你的热情。哎、欸，可是我最近真的有很多游戏要玩啊，哎、欸，没有什么多余的时间玩一些本身自己不怎么感兴趣的游戏啊，好吧？说实在的，游戏太多啦，常常也有在粉丝团收到很多讯息啊，就说老头，你可以玩这个吗？哦、嗯。推荐的游戏都不错啦，但是真的没办法，人一天只有24个小时啊，我真的没有办法玩太多游戏啊，真的。才不像以前呢、欸，以前的游戏能选择的有点少，大家都在玩同一款游戏。现在妈的，每天都有游戏大作，每个月都一大堆游戏。真的是好难，好难把它消化掉。每一个都想玩，每一个都想摸。嗯？你说什么？都想摸一下。啊，对啊，摸游戏啊，奇怪呢。你在讲什么？我说我要摸游戏，他笑了。你在笑什么？讲清楚，说明白，解释一下哦。在我杀掉这只巨人之前，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？为什么我说摸一下，然后你笑了？哎、欸，哎哎哎，为什么呢？啊？什么东西？游戏是谁？什么叫游戏是谁？什么叫做游戏是谁？嗯、啊。但我有34个小时，为什么你会有34个小时啊？你是在哪一个平行时空啊？我们是同一个世界的人吗？你那个世界有34个小时啊、哦！哇塞，真好。那你那边一个月有你那边一个月有60天吗？哇，那这样子的话，你应该会累死吧？你那上班的工时应该非常的长，读书的工时应该也很长。我们这边的世界大概8个小时啊，你们那边可能要做15到20吧，我猜啦。哎、欸，好多人被抓哦，我有点想放弃，不想理他们了，你知道吗？每个都 SOS 啊，每个都10分钟的恋爱人啊，听得懂在讲什么？是吧？老头想摸武藤游戏，白痴啊！每个游戏我都想摸，哎呦，特别是召唤那个召唤黑魔导女孩的游戏，我最想摸了。特别有味道，没有啦，没事，当我没说。70小时也太多了吧？老罗大大有没有办法直播突破100人？正在观看，有啊，昨天就有啦。昨天开凌晨突袭半夜台，好像有100出吧。哦，砍完了要回城墙了，是不是？好。游戏摸完摸黑魔导，哎、欸，你怎么那么了解我啊？哎呀，果然我们是同类啊！好了，结束了。啊，变巨人了，硬直化啊！便当被偷吃了，有没有很生气？为什么要抖一下？阿内姆汤哦，爱莲，你以为你是自由的男人吗？自由的象征。我突然想到自由的男人了。他虽然他可能会迟到，但永远不会缺席。怕。行くぞ。
所以说我是要讨伐逼近的巨人。哦，守住爱人不要被后路，是不是啊？那个要后路他了，不行不行，不能刚刚好，我要保护艾伦，不要被刚。完了完了，这只小智想上他，干什么东西？不要乱上我们家爱莲啊！我们要守住爱莲的后花园。啊，不行，要上他了 ！No， 不可以！顶住啊！守住后花园大作战，干谁再过来试试看？你这么小一只，你想干嘛？哦，我说体型啊，我说体型，我说体型很小只，干嘛？你笑啥？笑什么啊？我很认真在玩游戏呢，奇怪。好，没有人想要上艾伦了。哎，好，我们稍微去外面，好看一下这只飞鱼。哦，他想象他以为他是那个，他以为他是鲶鱼啊，不是鲶鱼，他鲤鱼力争上游，想象他是一只鱼。好，应该没有要后路了吧？有没有我们的爱莲现在血是满的，还好没事没事，让我会笑死。好好，现在我们情势已经掌握下来了，非常好。守护花园大作战，没有错。好了，哎，好空哦！突然觉得清太快也不是一件好事哎。还是要我们把右下角那两只啦，骷髅头的巨人杀光光。好了，我们去杀他们一下好了。不杀的话，剧情没办法推展。不知道推到几点哦？没有啦，爱莲他不是要推，他是要准备一直化，就是习得了新技能。但是因为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巨人给砍死，才有办法推展剧情。不然照理来说，他一直化的时间应该只需要5到10分钟吧。啊，但游戏嘛，必须要让你找点事情做啊，不然全程就只会有动画而已。好像没有过去的样子啊，打这只，这只啊，喂，不是这只，看到了这只，哇，他，我以为他要直逼爱莲，有他要去刚他了，这个身材蛮壮，哎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！虽然你看起来很健，很健，不是很健，身体很健朗。哎、欸，我的公安小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这个状态有点不太行。不要，快点阻止他、啊！这有点母汤啊！哦，好险，好险！哎、欸，然后我们有兵长，为什么不用呢？哦，还好。哇哇！干，弄不到就生七七跳起来这样子，这个巨人没问题吗？这干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别！官方鬼畜。有吗？他已经准备好姿势了。到底哪时候才结束啊？天哪、啊！哦，前面还有一只骷髅头啦，要去打前面那一只。为什么爱莲巨人要上爱莲？哦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哎、欸，剧情所需，本本啊，一切都是本本啊。怎样，兴奋了吗？这搞不好会出本本哎、欸，我猜。你们有办法找到这个的本本啊？可以贴在我的粉丝团一下，好不好？那种鬼畜剧情，然后就这样子，两人
结合在一起就硬直化了，有没有？啊！欸，你们吃我啊？吃屁吃啊！欸，靠呗！谁被抓？阿尔敏啊？应该是没事吧？欸，算了，叫兵长去敲他好了，烦死了。老头来守护我的前后花园，你要前面跟后面一起啊？哇塞，这么重！哎呀，啊，你看这个在干嘛？这在干嘛？这在干嘛？哦，搞这么久才硬。等你硬要很久，你知道吗？有了有了，他硬起来了。欸，可为什么他硬起来是这样子啊？他硬起来为什么是往上啊？好帅啊！升强啊！升起来了。前戏做得很足，那前戏也做太足了吧？弄得我有点累，你知道吗？前戏做到后面我都不想动了，你知道吗？太足了，对吧？その後も建造は進む。好，有了，成功了。ついに兵団は処刑台の完成にこぎつけた。那不是卡，那个是有点类似像处刑台，直接砸巨人的头这样子。成功了，你的量真多，你看都流汗了，他也流汗了。玩的超级不正经的，怎么办？啊！おそらく巨人の力を酷使すぎたんだ。什么会有？欸，你看量太多都流鼻血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搞到流鼻血了啦！就跟你讲说不要撑嘛。他是爱莲说，我只是有点累，这根本不算什么。快点把武器准备好，我们出发。你那时候流鼻血，你还说没事？难道你好辛苦，爱莲？我都替你感到有点觉得哦同情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只是硬直化而已，怎么搞得好像哪里怪怪的之类的啊？啊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